呢排嘅狼啊，對住啲空氣指手畫腳、自言自語，我懷疑佢惹咗啲污糟嘢上身。無啦啦，細佬點會撞鬼啫？呢個茅山師傅咧，有幾廿年嘅捉鬼經驗，總之一定要幫你將你只女鬼打到魂飛魄散，永不超生啊！小二，你冇事啊嘛，出翻嚟啊，小二。